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晚安。明天台湾依然是持续的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以锋面地区的水汽仍然偏多。在北部、东半部地区呢，都有局部性的阴雨天气，尤其是在东北部地区的累积雨量相对来说会比较多一些。中南部地区的天气仍然是比较稳定一些，不过云量也会有逐渐增多的趋势，但是呢，也还不会有明显的降雨发生。 在台湾周边的海上风浪都是持续的偏强的、哦，陆地也可能会有强阵风影响，特别是在西半部的沿海空旷地区都要留意风势所可能带来的影响。我们接着来看卫星云图，今天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东北季风型的环境哦，在北部、东半部地区呢都有比较多的云量以及局部性的降雨，在西半部的这个台中以南地区哦，天气相对来说呢都是比较稳定，都还有明显的阳光露脸。 而在南边的热带洋面上哦，可以看到其实也还是有一些热带云处正在发展了。不过呢，目前的预报趋势来看呢，发展的强度可能都比较偏弱一些。它的路径走向对台湾也不会有明显的影响，但是呢，它可能会间接的为台湾带来比较多的水汽哦。预估呢，从明天开始哦，就会有一些云系从南边从南边逐渐的北上到台湾的整个上空，而会带来比较多的云量。我们下来看模拟图哦。 从明天开始到元旦假期间呢，台湾附近都是持续的东北季风型的环境哦。那从图中可以看到，比较明显这个降雨的位置哦，就非常集中的是在整个北部到东半部地区哦，尤其是在东北部地区，这个累积雨量哦，下雨的时间比较长，整体的累积雨量呢也会比较多一些。而这段时间哦，整个西半部地区的水汽哦，都还是比较偏少一点。虽然说云量可能会偏多，但是呢，降雨的情形哦，也都是比较不明显一些的。我们接着来看台湾上空的情形。 以明天的状况来说哦，东北季风持续影响之下，配有比较多的环境的水汽，那可以看到在整个大台北地区到宜兰这个位置哦，降雨的情形都是非常的持续哦，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能会比较多一些。相对来说呢，整个西半部地区哦，台中以南这些位置哦，都没有什么明显的降雨讯号。预估呢，这样子的天气形态哦，可以一直延续到整个元旦假期间。所以我我们来看这个未来的四日雨区的预报。 从这个市雨区预报，可以很很清楚的看到未来这四天的一个趋势哦，就是北部、东南部地区呢，都是持续性的这种比较明显有下雨发生的机会哦，特别是在三十一号到元旦的这个期间哦，东北、东北部地区的这个累积雨量哦，都是比比较明显这种偏多的情形。 而在这段时间来说呢，中南部地区的雨量啊都还是明显的偏少。虽然说在后期来看呢，在山区也可能会有些零星下雨的机会哦，不过对平地的这些活动的影响可能都并不是很大。所以呢，在元旦假期间如果有安排前往北部、东南部地区旅游或者是活动的话呢，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或是做好雨天的备案。 我们接着来看未来一周的温度趋势哦。以北部地区来说呢，在未来这一周、哦，因为整个冷空气的强度都是比较偏弱的关系，所以呢暂时哦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升温或是降温的趋势哦。整体来说都是比较偏凉冷，而且搭配上阴雨天气，感受上呢会比较湿冷一些。接着来看中部地区，中部地区呢在今明两天来说都还有一点阳光露脸的机会。 所以在早晚的这个辐射冷却效应呢，都还是会比较明显一点哦。可以看到早晚的低温都还是比较偏低，而白天的高温呢会回升的比较明显一点、哦，所以日夜温差会比较大一点。那从周五、周六开始呢，整个低温哦，随着云量增多，会有一点在逐渐往上回升的趋势。白天的高温呢则没有明显的变化，所以整体来说，在这个周末到下周来说呢，日夜温差有在逐渐减少的趋势。接着看到南部地区。 南部地区哦，在未来这一周来说呢，整个气温变化的趋势就不太明显了、哦。不过，同样的哦，有一个低温哦，随着时间在逐渐往上回升的趋势哦，白天高温呢，变动的幅度就没有很大、哦，大多在二三到二十四度之间。 最后看到东部地区的这个温度趋势哦，东部地区呢同样有一点这种随着时间在逐渐回升的这个趋势哦。不过要注意的是呢，在呃一月三号，就是下周二这一天哦，有机会会再有一波东北季风增强，可能会再一次的带来比较明显一点的这个冷空气，所以呢白天的高温会再一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往下的这个呃降幅哦。但是呢啊可以看到这个早晚的低温方面呢，并没有明显要再往下降的趋势。 最后看到今晚明晨的各地的天气状况跟气温哦，那以今晚明晨来说呢，东北季风在持续影响之下、哦，北部、东半部地区呢都是比较明显这种阴雨天气哦，尤其是在大台北到基隆、宜兰的这个东北部区、东北东北部地区来说呢，这个降雨的情形会比较持续明显一些。中南部地区呢都还是比较稳定一个晴到多云的天气。 接着看到明天白天的情形哦，明天白天依然是东北季风持续影响，所以如同刚刚所说，大台北地区基隆、依然到花莲这个位置呢，都还是比较明显这种阴雨的持续性的阴雨天气。中南部地区的云量会逐渐增多，不过呢，暂时也还不会有明显的降雨发生。以上就是今天的气象播报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拜拜。